春节是一个告别寒岁、迎接新春的节日。今天孙仪让故居格外热闹，多样的迎新春活动正在开展。孙仪让，温州瑞安人，他在经学、子学、考据学等传统学术领域造诣精深，被誉为晚清经学后殿补学大师。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， 中文名太阳，我是来自加纳，我今天来到瑞安这里体验过年的活动。好累啊，辛苦你啊，辛苦。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叫 Michael， 我在外面走了，然后看到你做这个书法，麻烦你问一下，你在写是春联对吧？是的，是的，贴春联是中国春节非常重要的一项，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。每逢春节，家家户户都要选一幅大红春联贴在门上，也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。啊，麦克，我们把春联贴上去吧。好了，那我上去吧。啊，好。棒了，太棒了！动。麦克，这是腰鼓舞，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，据说最早来源于战鼓，在我们瑞安盘带欢度春节的时候必定会有腰鼓表演，特别的喜庆日子。麦克，腰鼓表演电视上面经常能看到，但接下来的这种技艺绝对来难得一见。麦克，这就是雷地灯，我们清朝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。麦克，我们上前看一下。好，老师，这个地点看起来好复杂啊。是啊，里面融合了编竹、绘画、这个雕刻等等不少的传统手艺，感受了不少瑞安过年民俗之后，我告别了孙老师，准备前往Yuhai历史文化街区，据说那是瑞安年轻人春节的好去处，我的朋友正在那里等我。新年好。有盘丝人换来不亦乐乎吗？哇，你的中文这么好啊，早就想带你来我们Yuhai历史文化街区逛逛了。好嘞，走，那我们先出发吧。好吧。Yuhai历史文化街区在瑞安古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近年来通过经提升、微改造，以非遗文化、文创产业和休闲消费业态的青春化为切入点，为这座千年古城带来了青春蝶变。同这个是李大同对吗？是的。哦，我知道这个是温州一家有名的糕点老店对吗？是的，也是我们的一个中华老字号。哦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达经典记忆。麦克，这是我一家非常喜欢的木作店。你想啊，一件木作品是由自己亲手去把它做出来，它呢还散发着自然与生命的气息，想想都觉得很欢喜哦。春节和朋友逛逛中一节，然后玩玩手工，那瑞安年轻人真的很幸福。哇，谢谢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好漂亮呀。你好漂亮。The Spring Festival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celebrated here in China, and it is constantly developing to a cultural brand shared by the whole world. I am very fortunate to celebrate Spring Festival in Ruian here. It makes me not only feel the cha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, but also see youthful Ruian with a vigorous vitality. 新年好。老师，那我觉得瑞安真像一个宝库一样的。中间的 ，OK。
作品，对，结合在一起，结合在一起的。然后呢，映入一个平安，寓意着出入平安。送给你，祝你2022出入平安。